救命啊，大哥！你们也干嘛？你光天化日，慌慌张张，哎，你怎么这么大肚子，还自己绑自己干什么？是这样的，我之前啊被人贩子迷晕，然后就卖给了大山里面那些娶不到老婆的大叔，他现在把我肚子搞大了，我趁他不注意的时候，我就偷偷跑出来了。他马上要追来了，这样子啊，你一定要救我，大哥！你被发现了？是啊。原来，哎呦，还真的是怎么越来越近了？你先往里面躲一下，等一下我帮你引开他。来，谢谢你啊。快快啊，没事没事。哎呀，什么？现在还有人贩子啊？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哎呀，前面有个路口啊，到底往哪里跑了？哎，干嘛？这位大哥，我想问一下，有没有看到一个女人从这里路过？女人？对，你是谁啊？我是她老公，大着肚子的那个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看到好像隐隐约约看到有个人从这里，有个人影跑过去了，我没注意看，那肯定就是她了啊！是不是长头发的？啊，对啊，长头发，没错。往哪里跑了？就往这边，好像是红色衣服的话，没错，她是我老婆啊，她现在呀发神经了啊，还到处乱跑，我必须要把她抓回家去绑起来。对呀，一个大肚婆，你别让她乱跑了，等一下吓到人家，赶紧带她回家。那你有两条路，左边的还是右边的？啊，左边还是右边的？好像往右边那个山上上坡那里跑了，你赶紧追，你不追的话，等一下。抓不回来不？你不要骗我啊！骗我，等下我回来找你算账啊！你放心，我是这里的村长，我怎么会骗你呢？站住！别跑！哎呀，这个真的是贼眉鼠脑的。哎呦，跑远了！哎，美女，出来出来！他已经往山上跑了。真的谢谢你，你是村长啊？对对对对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先去我家避一避，然后我叫我们村的保安送你回家。可以啊，太感谢你了。没事，来来，走走走走，走吧。过了这个山来就是我家了。哎呦，我肚子好痛啊！干嘛啦？跑了几个山头，可能是动太气了，应该要生了。生了？哎呀，怎么偏偏这个时候生啊？哎，我肚子好痛啊！这里荒山野岭的，进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你先进这个房间里面吧。这里有个房间，到时候我们再想办法吧。来，先进去，来，哎，啊，小心点，坚持住啊！好痛啊！哎呀，你先进去啊！啊，好好。哎，哎呀，这那怎么办呢？现在，哎呀，又伤了这边。哎，我去哪里给你找医生啊？真的是人命关天呐！哎，我们这不是有个兽医小静？哦，对对对，哎呀，兽医也可以啊，打电话叫他过来一下。喂，小静啊，啊，你啊，赶紧过来这个山头这边啊，就我们村中间那个山头那里，你过来一下啊，那里上坡那里刚好有个小房子的，你过来一下，有急事，快点快点，人命关天啊！啊啊，好好好。哎呀，好痛啊！哎呀，怎么来了没有？这边，哎呀，好痛啊！村长，你干什么那么急叫我过来？你总算过来了，里面有个孕妇啊，今天好痛啊！你看，快要生了，你帮她接一下生。村长啊，你说的什么话？孕妇？你不想想我是什么？我是兽医啊，我哪里会帮人家接生小孩的？虽然你是个兽医。但是你也接过生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其实也一样的，动物跟人基本也差不多了。你看，你就试一下嘛。你看，等一下人命关天了，一尸两命怎么办？说的也是吧，为了救人家一尸两命，我就当一回死马当活马医。来来来，大哥，赶紧，麻烦你了啊！哎呀，哎，真的是女人，哎呀，女人伤癌就像杀猪一样的声音。哎。哎呀，用力啊！哎，再用力！哎，好痛啊！哎，我看到头了，再用力一点！看到头了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啊！怎么了？哎呀，
生了！哎呀，听到小孩哭丧了！哎呀，哎呀，整个字，哎呀，孩子平安。哎，你看看，啊、我费了九牛之力啊，他也是，哎呀，生了个健康的宝宝。哎呀，健康的宝宝，恭喜啊，他们母女平安。好，那平安就行。哎，你看，来给你抱抱你的孩子。哎，哎呀，那个村长啊，啊，你怎么？碰到这种呢，哎呀，好了，今天先不说那么多。你看他刚生完孩子，哎、好像身体很虚弱那样子。对呀、啊，你回去啊，煲多一点那个老母鸡汤给他喝喝，补补身体。哦，那行，那等一下我就带他回去补个老母鸡啊，给他补补身体。哦，那我就先走了，我还有事要忙。哦，那谢谢你啊，小静。不用谢。啊、来、啊，哎呀，那孩子我帮你抱吧啊。谢谢你啊，村长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来，那我们继续往这边走，过了那个山呢，就是我家了。来，我扶你，来来，小心点啊。这里就是我家了，我敲一下门啊，我老婆也在家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老婆。哎。哎，老婆。哎，大嫂你好。哎呀，你这个死鬼啊！啊，你干嘛啊？你在外面又成立一个家庭了，还带回家了？哎呀，还有宝宝了啊！哎呀，老婆，你松手，不是，他误会了，对，他刚刚被人贩子追啊，追，然后他是这么大肚子的，后面他追着，然后他动了胎气，然后就生了。刚刚啊，多亏了我们村啊那个兽医帮他接生，现在总算是你看母女平安了、啊。现在他是刚生完孩子，身体还很虚弱呢。现在哪里有人贩子啊？就是刚录像。不信，等一下，你打电话问一下那个兽医小静，真的，我怎么能骗你？而且我是个村长，看到这种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他说的是真的，你看，大嫂，幸好啊，村长今天救了我，要不然啊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对呀、啊，可能他又被人贩子抓回去，那就麻烦了。而且现在你看，刚生完孩子，你看你也生过孩子，老婆，你就带他回去给个老母鸡煲个鸡汤给他磕磕补补身体。我看你也不是骗人的，你看那个脸色我就知道了。好嘞，来，我扶你进去。啊啊，来，慢点啊！对，赶紧啊！哎，在这里啊，都住了一个月了，真的太感谢村长和村长夫人了，对我照顾的又很好，就像家人一样，对我那么好。我也不好意思在这里打扰下去了，我还是走了算了。哎哎，阿江，哎，阿江，你干嘛？我刚刚听到你说要走了，你去哪里嘛？你不能这样子啊，老公，快点出来呀、啊！我也不好意思再打扰你们了。怎么回事？你现在要带着孩子要去哪里啊？他说要走了。哎，你走什么？我们两夫妻对你那么好，在这里供你吃供你住，真的把你当家人一样对待。是不是嫌弃我们照顾不周啊？不是，我是实在不好意思再住下去了。哎呀，我要去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生活。你看，你现在带着个小孩，你能去哪里啊？你带小孩，你又没法工作。对呀、啊，而且你身上也没有钱呐、啊，能去哪里嘛？对啊。那我也不能在这里再住下去了呀。哎，那我只能去捡捡垃圾啊什么的。哎，怎么能说这种话呢？这样会苦了。哎，不如这样，老婆。哎呀，我们隔壁村不是有个啊是没结婚的，不过家庭啊的话呢就很一般，不过为人啊正直，要么这样，我帮你啊相一门亲，找一个好人家，是不是？反正你今天带着孩子，总得给孩子找一个爸爸，找一个好男人，托付终身，好好保护你，不让你啊以后又受到别人的欺负，是吧？关键是你看我生过孩子，人家肯定会嫌弃我的。没事，那个人啊也真的可能会接受的，他人那么憨厚老实，你看他现在也没娶老婆，真的他不会嫌弃你。你有小孩啊，他还巴不得愿意呢。那就听你们的吧。对，那就马上带他过去看一下。好，走，来走了，来走。哎，阿顺，哎，哎，村长啊，你要去哪里啊？上街呀、啊，上街，先别上来。怎么事、啊？关于你的终身大事的，你看你，哎，你的头发差不多掉光了，都没有老婆，是啊、想不想要个老婆？那肯定想要啦、啊。而且啊，这次啊，给你
安排一个，而且还是奉子成婚的，一结婚就当老爸，多少人呢？羡慕还来不及呢。奉子成婚呢？哎，哥，来，看看怎么样？挺漂亮的。对，你看，不过他有一个孩子窝，你愿不愿意？有孩子倒无所谓，关键是，我这个家境，他会看得上我吗？哦，对，啊，你看阿珍啊，你看，阿顺呢，人为人老实又正直，反正家庭条件就是这样。如果说你真的不嫌弃他穷一点的话，你看他人怎么样？反正挺可靠的。他都能接受我生过小孩，那他家境穷一点也没关系的，以后啊，我们可以一起努力的。哦，对。就是夫妻就要这样共同努力，是吧？以后啊，肯定能是过上好的生活。你看阿善人家愿意吗？愿意，我这边也没有什么问题。那就行。但是这样啊，明天啊就把那个结婚证给领了，你们就是合法夫妻了，是吧？对呀，阿顺啊，你以后啊娶到老婆了，你要好好疼人家，好好珍惜。其实知道了，其实他也是不得已的。反正这个事情的话，以后你也要他慢慢跟你说吧，是吧？反正啊，你对人家的孩子也是视如己出啊。肯定的，必须的啊。对，你放心。而且他呢，啊，在我家嘛呀，也坐月子坐了一个月了，现在身体也恢复得很好。你看他，你看，哎呀，豆子啊，豆哥可以帮你啊做家务了，是吧？呀，看是这样哦，还算啊。你看现在，你看你又有老婆又有小孩了。村长呢？这里啊，虽然说不多啊，这里有2000块，你先拿着。这个钱怎么好意思要你的呢？你拿着吧，毕竟你看有老婆了不一样，到时候你给他买点衣服啊，小孩也要买衣服啊，是吧？尿片什么之类，你先拿着嘛，是吧？行吧，这个钱我就先拿着，当我借你的，到时候我有了再还给你。哎，啊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反正你拿着就行。那以后你就好好跟阿生过日子了。村长啊，真的太感谢你们了，救了我，还给我介绍你一个好人家。没事没事，是应该的。你看现在阿顺又有老婆了，你又有一个好归宿，孩子又有一个家，是吧？所以那么两全其美的事情，是吧？干脆这样，马上带他回家熟悉一下环境。好，帮他收拾一下房间。好，谢谢。啊，谢谢村长了啊，没事没事，好，来一起进去，一起进来吧。好，带他熟悉一下环境。哎呀，阿顺有老婆了。